俺是脚底脚上往腾过，这样是日本长崎县只古窑，这那会以古窑上来啊，来给江山和江菜次要呢，又不孬吧？比中的江来和江鹅吧？那你长崎县有某一兄来把下过山王的规划为上本地的老年发扬成效，忙得都是只那一次是够。这样长崎县的老年一样人来自己还有某一张脸疙瘩吧？浙江啊，富县人们找军人窑和军人火锅窑站的古窑那搞回忆，有谁给家杀家菜吃药，又不必做家里可骄傲。十年过以后，我就在当人事啊，这贼娃娃吧，两百年阿学人地方开始娃，不过嘛，都是门娃子要你脚不动哎。该吃药家是超你洗个手，军人家的别娃呢？现在国家规定呢，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国所有的国四窑呢，全部升到国五窑。这个我们中石油呢，现在陆续的都汽油呢，现在都已经变好了，就是油罐销售的油现在都是国五的了。国家的就沿海城市、沿江城市8个省份呢，都已经在换了，我们是其中的一个，也是国家规定的是在1月1号，2016年1月1号必须换好。次要该四生根，次要啊，学脚啥和脚菜，娃人脚脸和脚五，外大的鸟能会是一个庇护呢？升到国五以后呢，就是说原来的93就变成现在的92了，97现在就是现在的变成国五以后就是95号，变成国五以后呢，主要是减少它对大气的污染，但硫的含量呢以后含量更低了，原来从国四呢是50，现在变完以后呢就变成10了，包括锰的含量，和这个16烯烷值都会有所降低，就是促进大气的减少大气污染。只要可以搞些大吃的物业，就连搞给彼此要别挖好窑，带出个动力，还是要好吃。国四升完国五以后呢，就是16烯烷值呢从49变成51，但是16烯烷值呢主要是考虑车的动力问题，它升高以后呢，对车的动力会更好。黑次要是到升级挖好那个，我你日本在古窑在的古窑，一家只有2年日规呢。从1月1号开始以后呢，如果没有变成标示没有变的，包括你。站里边私人加油站啥的，这个没有变成90，号码没有变的，这个要求引起重视，可能达不到这个排放标准了。对，选择正规的中石油啊、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而且进去以后看一下的油品有没有变成标号，有没有变成92和95，包括这个发票啊，开发票的话，它的标号都会有一个变化。如果还没必要开成，还是按原来的93和97，那建议市民的这种油不要加，可以。还有10年过次要升级次以后，股价和原来的一岁，但是要的人们还是希望次要升级次吧，也要给股价外付外摆次呢。价格呢，这个国家呢，国家发改委还在制定，可能没下来。但是呢，我们这个价格呢，都是上面统一制定的，可能到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差距，因为它生产成本会高。天水来吃吧，搿高粱呢，牛腩没得洗，用力红翻泥里头。我人又叫那我国高粱呢吃南湖的，还是从鸡翁鸡个聚集啊，要来那里我试去吃点高粱。搿问题是自己来买的高粱，得预付预约呢，我伢叫不能成。你是商家啊，二海公园部门又拨了一个大忙药摇头的分别遭投稿的队伍。一个女人以来，二海公园房主三一派出所接到区内九个居民报警，五个是拿屋里的狗还没能偷窝，以及啊把老路嘛都没栽种。接到报警以后，三一派出所的民警没有告人店主。大概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伙人驾驶一辆50的面包车，在温州各地，包括瓯海、龙湾、鹿城、乐清、永嘉、瑞安等地用那个非公弩、强力的公弩发射毒标，来射杀狗的形式，来把狗偷走。经过一系列的帮助，公安部门说，二海区浦街街头张左处有一个加压的推出三个泵车来，多几步了连改发在一年能，以及做了雷达图系统的攻击，到张头的飞鞭和抬高的工具。就连个第一个投稿队伍呢，要九个人组成，给了第二次找去上目标，只要投标啊，得搞热死哦。买笔驱动，我要在街头搞那玩意儿给你偷哦。两个女的抓了路，一张偷300多里头搞吧。给你的偷那个搞太阳以后，这的搞牛嘛哈自己那个搞牛塌发，啷个也哇要很多个鱼养哇。他们之前有用的这个毒标里的化学物是剧毒化学物，有可能是氰化物，有可能是琥珀胆碱之类的剧毒化学物。这些如果在不小心射到人身上的话，那对人是会造成一定的损害的，有可能会最严重的会致人死亡的。
因为我们当时发现这些屠宰的狗上面有很多皮肤病啊，斑迹啊，很脏。那么，顾客群众从狗，从食肉摊点上买到这狗，他们是不知道这些狗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些狗是根本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那个第一个对付的职业或者一年能扩太高的能我已经和警察部了吧，只托个对付人员公安部门或者到鱼类支部。那么现在这两个对象已经被我们依法刑拘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过程中，狗肉那些毒标还在做进一步的理化鉴定，如果鉴定结果出来，我们将报检察院，最后由法院进行审判。公安部门的阿对同事们一等家对个讲台对屋里的狗牙加了鸡啊，非洲的马或者是吃老将过几年几月的飞虎狗肉，保证日上愈愈。进入这个上网，今年二五四的龙门子是个对日的义工，给体现呢又要对人讲老本。这个地方是最近的全国国家子女节活动，这个日子感动都许多的人。日语媒体连人也连年参与网火车一个加入龙门子的活动。另外，国家一上当时呢，我最近的主刊物龙门子就在日历飞跃。经过三年时间的修养和克服日历以后，上将龙门子呢，摸一摸又来走，他拉一笔三个修养吧。这下以后呢，他又有可能是正义人一些，走路吧。学日语是人们由于家计挖苦之人查穷女的办公室里，直接参加龙门子修养意义的日本。这个连着一家人改无尿袋。找刘洋家是偶日样，查自然狂的话，龙门子的人说修脚跟刘洋的本征多种，算是被关捏脚的。就是单侧的这个膝关节的一个内方，或单侧的这个大腿的一个畸形，像这个双侧的这个股 骨跟这个大腿跟小腿都畸形的，这种病人还是比较少。他当时过来的时候就说这个走路是不跛行的，那么说自己这个两侧这个膝关节跟这个踝关节有疼痛，啊，走路不是很方便这样。龙门子学连人也连年在女王对古董古做事，给狂的直接刮修有走后木在牙的牙生骨而咬，有时止痛上跌的止痛牙齿的给娃子为国家痛吃累物了，但是无论以后可以正义的找楼给用眼娘娘了。修有上走后那个给个家娃夫妻养生给找楼活水，将我觉得古董古还比熟的能扛着给家里找楼呢，有王家拿走吧，但是给啊有我只将背刺捏在这了。记录啊，不牛自家的克服兄弟啊，许多痛苦，第一脚痛苦啊，是我你一不能跟朋友洗衣服的，走路也很难走，对，再加上你手术之完嘛，又很痛，对，又重又痛，对，然后痛并快乐着，痛并快乐，不锻炼了，差不多，也差不多有半年，更多了，半年多吧，差不多呢，应该。挺辛苦的，很痛苦，痛啊，就是每走一步都很痛。因为一开始这个脚做完手术，只能弯到这样，然后现在是这样弯的，而且那个时候下地的时候是，那个时候下地的时候就是还有这个大的架子在的，然后两只脚不能并拢，还是要分开走。应该走，才能。只要龙门子给日个机子可入狗以外，日外骨架阿无个腿脚都洗到个薄肉。龙门子帮来啊，洗澡摆姜子盆的，但是修油费偷住，还给狗朋友吃无路。后背的腰背啊，给早去参加义工活动。日语是让门医院的预计吃下个伤了要去啊，但是把机子做义工，找去薄肉边弄，估计有感动洗感动，还是自动得给个医疗费用加免哦。经过媒体报道以后，日外骨架的后生人也去修薄膜吧，大姑娘我对龙门子母猪。查穷女医生啊，把弟弟能给他体征，这个让所有唯一的热烈。通过这次手术，就是我很感谢我爸妈，就是一直照顾我，然后也很感谢蔡医生，就这么用心的帮我，而且我觉得我何德何能，我凭什么能得到那么多人帮助？所以我也会很努力，很努力，到时候以后会帮助身边的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能够龙门子找楼已经可正义的人操你些吧。查自然狂的话，龙门子既有智力和睡觉日，同时呢，这个最佳配偶可入狗的腿头，带给个客户薄肉也是许多头的。龙门子狂的直接话，他给能够是以外的呢，都是一改，明年又可以读到毕业证书吧。这些人为门改制，可日的能力找个三五，同时呢，我家人大概买个五费，以后啊，我为上日的努力找个薄肉，王家多的人。
你要被阿姑和阿妹你总是给日本工作负责走啊给那个叫干娘拍一次找修绿的头一个人无杂衣服一个人无杂头头你大妈头妈妈都讲了讲我领上讲给那个兄弟姊妹呢哈错你工艺部门不来吧今年五月中旬，村内地区的公寓部门接到重重不遇，可是那市人都讲了啊，有点估计，大概三千块的个降落林，说自己的下面呢偷窃。接到不遇以后，公寓部门做他那伙的监控画面，结果会呀，有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有较大的遭遇意义，还是有的给两个人灭了的吧。然而了，龙池镇正是大举把这门闭门往户籍。阿本尼杀的到来，龙池中山派出所的毕业待遇，早些用了那个会议，给两个印尼人阿叔王虎杰的一级区一吧，把巨蟒莫能都给他活干，还是木呀，又得给你干了的吧。给方觉要说龙池镇上门大的靠东侧路的过出路口，那个女的呢说必须多了，该女的啊，嘎吉木去，得要个摄影头将来给江华林家去，用了待遇多久的两个人无不了的吧。这一男一女是两个是重庆籍男子。啊，重庆籍的人亲兄妹，啊，专门是出来，这个没到这个地方去，这个，赶集的时候啊，趁人多拥挤啊，进行这个，扒窃，啊，现在两个人都被我们刑事拘留。公安部门对审，看外的你对吧？得起预警呢，越来越多次，是我大姑娘啊，无愧扬出质疑。特别是新人那个估计，找哪都给得活那个，一人家的这错片个么子呢，可吃喝，去起家楼上哎。今天的上网观察来西平壤大姑娘当了宇宙东黑魔成了个节目日本我你忙接这边